上新浪微博搜索少年说，参与节目互动，获取更多新鲜资讯。妈，你能把压岁钱还给我吗？我是你的监护人。有道理，真的是啊，没毛病。学习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战斗，你不逼我，那我自己怎么办呢？所以我觉得你给我的期望只能打个60分就行了。徐浩辰，谢谢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。愿少年蓄时储能，喜努力，破壁出飞楼。又真诚又直击人心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。